那今天我们是做《波叶佛母》的这个父母，《波叶佛母》呢，就是最大的佛母了。我讲过这个《大波叶经》，《大波叶经》的缩小，它就是《金刚波叶波罗蜜多经》，它在缩小。 就变成心经，心经，这个叫广中略，广就是大波叶经，中就是金刚波叶波罗蜜多经，略就是心经，啊，心经呢就是精华，就是大波叶经的精华，大波叶经的精华，这个波叶佛母。 就是心经最后的一个咒，它化身出来的波叶佛母，波叶佛母有四个手背，一只手呢拿着这个金刚杵，一只手拿着波叶经，两只手下面两只手是定印，结的是定印。 啊，非常的庄严，它是可以讲一切的佛母，一切的所有的佛母，全部由它所生，全部由它所生，它是最大的佛母，最大的佛母，就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火供，就是供养所有佛母当中最大的佛母。 当然，最大的佛母比谁还大，比无我母还大，比愤怒母还大，啊，比那个金刚母还大，比自在母还大，啊，都比他，统统比他们还大。所有一切的佛母，全部他的是他的化身。